院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商量两句啊，还是不放心，所以就和周医商来了。想再给你爹呢看个病，没想到那儿一走到这儿，前门就响枪，我们就躲起来了，然后就看见你跑过来。李院长，你对我们父女俩太好了。哎，那个孙猴子为什么追你啊？什么孙猴子呀？我看呀，他就是汉奸。你不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他。 他说他自己是游击队的，别怪我，我怎么就信了呢？他还朝我开枪呢。我看见他瞄准你来的，哎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北兰，你们家附近的枪响到底是谁跟谁打？你一点都没有看见吗？我就只顾着跑了，哪敢往前看呀？我猜应该是他带来的鬼子特务和武工队干上了。那这么说，武工队的据点就在你们家附近了？不。 远着呢，不过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大，应该是碰巧遇上了。你们走吧，我找陈猛去。你不是不知道陈猛在哪儿吗？李院长，说实话，其实想知道还是能知道的。你刚刚摆脱了咱们，现在又去，这不是给鬼子送大礼吗？还真是呀，我怎么就忘了呢？那李院长，我能去哪儿呢？我现在，我想啊，最危险的地方。 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你想说什么？南门检查站。快走！走！嗯。走。下江巡逻。 一个可疑人我也不能放过，就算是一根木棍，也不许带进来。嘿，果然不出所料啊！一回去就给人绑了。鬼子呀，都这德行，我跟他们共事那么多年，我最了解他们。队长，你只要给句话，我现在就把鸡蛋剁成肉酱。不要那么激动，这都意料当中的事。 现在的想办法，让他知道，甭管他躲到哪儿，他那条狗命，始终在咱们手里攥着，他就老实了。老张，你出一主意。哦，美兰会不会有危险？我问你什么呢？啊？行行行，你心思也没在这，你去吧，去盯着美兰吧。谢谢队长。 你就是个流动哨，别给我惹事儿，不许轻易行动。有什么事回来报告，听见没有？放心吧，少佐，我落于敌手，辱没了日本红军的生命，内心惭愧，不敢见你，请责罚我吧，我愿意切腹谢罪。 叶军，果然视死如归，我怎么可能责罚你？几年以来，叶军是第一个从武工队手里逃脱的，你们看，他的伤痕累累，一定吃尽了苦头。 我相信，他宁可一死，来报效天皇。可他忍辱负重，立刻休整防守，亡羊补牢，将个人的名誉置之度外。你们说，这样的军人，是不是英雄？英雄，英雄，英雄，英雄！叶军，这把战刀的来历，你应该知道。 他跟随我南征北战，战刀上全是敌人的鲜血。今天，我就把它送给你。我不能接受，这是天皇的御赐。叶军，为天皇陛下效忠，战死沙场，是我们军人的最高荣誉。
我把他送给你，是因为你配得上这把刀。南门检查站就拜托你了。少佐，吉野是为天皇效忠，与检查站共存亡。我真的很羡慕吉野，因为那把刀。不，是您对他百分百的信任。 刀刺他的时候，他闭上眼那一刻，我看到的不是恐惧和绝望，而是一种解脱。这根本不是一个经历血战逃回来的人应有的状态。所以我感觉，他人虽然逃回来了，但是心里仍然在死亡恐惧中受折磨。你去检查站盯着鬼子的一举一动，其他人去援救人。救出美兰以后。 要在第一时间把营养液送到你的队长那儿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这些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武雄先生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呢。刘总。 少佐有何吩咐？吉野从武工队那里逃回来了，不过这件事情我记得很奇怪，所以我要你盯着南门检查站。我怀疑和武工队这次的秘密任务有关。我今天。 跟踪林美兰，差点找到武工队的秘密据点。但是功亏一篑，差点丢了命。我今天还是有收获的。第一，我能够确定林美兰知道武工队的老巢所在。第二，我在林美兰面前应该还没有暴露，这张牌还能用。 周大夫，我想回医院去，我宁愿冒险，也不想给这些鬼子看病。来都来了，咱们也得熬过这两天，把这些伤员都看完了，否则他们不会让我们走的。哎，班长，班长，周大夫，要客气些。哎，如果对我的医术不满，就另请高明。小明大夫。 我的士兵对你无礼，请原谅。现在去给吉野找个换药。行，林美兰是我对付武工队的一张王牌，我还有一张对付林美兰的王牌。他的父亲，对吧？为了他这么多天的药，也该让他出来见见阳光了。不过，那是最后一眼的阳光了。 长官的伤情怎么样呀？这点皮外伤没什么可说的，养两天就好了。放肆！敢这么跟长官说话？没事，带我走吧。二狗的工作越来越上道，他带来消息说林美兰现在就在检查站。武雄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武雄肯定还在怀疑美兰，把她软禁在检查站，肯定是要试探她。那怎么办？ 美兰没有什么工作经验，你放心吧，我跟美兰交代过，武兄回去肯定会不断的试探她。我让她出了什么事儿，你别擅作主张，一定先回来通知我。
交代过也没啥用。美兰哪能斗过武成这个老狐狸？你放心吧，在监狱里的时候，美兰表现得挺好，比你强。我倒不是担心他能力问题啊，可是就怕他感情用事。事情已经到这步了，只能随机应变。咱们先去检查站。队长，要不然你们先去检查站，我去医院把美兰她爹救出来。我就是说说，试试呗。你当城里那么多鬼子是摆设呀，还试一试？要么成功，要么别试。不确定他爹在哪儿，谁都别出声。武雄不是说了吗？他爹就在医院地下室。那老王八蛋还说他是个积德行善的医生呢，你信啊？你要实在不放心，你还回医院盯着，我们其他人分散去检查站。老徐，走了。武行先生专门让他来这里，还让他冒充别人的身份，肯定有他的安排。我们配合就是了，不要节外生枝。开饭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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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两个休息一下，吃完饭继续干活。今天会有米饭和炖肉啊。我不吃你们的饭。那你就饿着吧。太君，太君，检查站外边有一个小饭馆，要不然我们俩去那儿吃完再回来。放心，有我听着就行。这就来，这就来，赶紧的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马上。哎，您的面，您的一会儿就上了。哎，哟，这姑娘长得真俊俏，来我们医院工作吧。我在那儿挺好，好吃吧？好吃，多吃点。哎，您的面来了。哎呦喂！烫死我的脸！仙儿，真对不起，这小子刚绊了我。我说你眼瞎了是吧？你这人，走路不看路，你怎么能怨我呢？怎么做买卖呢？别！我说客官，客官您息怒，您息怒，您那个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您甭跟他一般见识。您这么着，我带您上那边凉水洗洗，洗洗冲冲就好。张医生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谢谢您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把我烫坏了，你这面摊都不够赔的。那是。来，不能烫坏，来，慢点啊，这边停，慢点。武雄他不让我回医院，让我在这里给伤民看病。这都是他安排好的，他接下来该试探你了，你小心点，别露馅了。我爹咋样了？还没找到，但是你别担心，我们肯定会把他救出来的。营养液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我今天就能准备好。你小心点。怎么样？还满意吧？我特地让厨房做了点爱吃的，给你压压惊。好。怎么了？肚子有点难受。肚子？查查是谁做的？吉野君。今天带我没来打针，我才感觉，哎呀，这进针头
好多了。你身体底子真不错。哎呀，你这种状态啊，可以考虑让你出院了。真的？嗯，在这也养的差不多了，我再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，明天出院。不然的话，在这憋也把你憋坏了。就是嘛。连长，美兰从涿州回来没？明后天就回来了。哎，他回来以后啊，我让他回家去看你。哎呀，李院长，太谢谢你了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哎哎哎，好好。院长，通知周医生按计划行动，半个小时之内让林美兰回来。是。叶军，和谁？查出来了吗？做饭的没问题，都是自己人，而且其他人都没事儿。会不会是巧合啊？全检查站就我一个拉肚子，怎么可能是巧合呢？一定是王亮干的。王亮，我真不知道这个魔鬼他的。给我组织。叶军。活该，谁让他嘴欠？人家不就是夸了一下苗月，想让他去医院工作吗？吃下去吗？什么什么至不至于？我是觉得把这面泼到他脸上，这样更像。那个，我让美兰呢，今天晚上务必备齐营养液，你去呢准备两个暖壶啊。啊，行。小敏。去趟医院，为什么？咱们带的药不够，你按照这个单子再取些回来。还有，我给爷开的止泻药不管用，你再找找别的。咱们常备的药没有这么多呀。哦，地下室呢有一些紧急储备，先拿回来用。我把他关在医院地下室，为了控制他，我每天给他喂一种慢性毒药，让他根本起不来床。我听说地下室有鬼。而且好多人都听到过惨叫声，我可不敢去。哎，要不你让李院长去拿，我去取就是了。李院长他不在医院，如果别人拿错了怎么办？李院长去哪了？他又被日本人叫走了。如果你要是害怕的话，那我就去，这些伤员就交给你了。哎，别，那我就去吧。门口车已经在等着你了，你先去吧。我回去拿药箱。队长，怎么样？队长，有两个鬼子跟着美兰一块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反正美兰背着个大药箱子。会不会是去特战队了？不会。如果那样，武雄就不用出这招了。看来他开始试探美兰了。走，咱去医院，你继续盯着。行，好。说武雄不在医院。他在，我亲眼看他进去的，肯定有问题，千万要小心。我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我趁机去拿一些接种疫苗用得着的药，准备接药。嗯。哎，好了。那就谢谢了。
说要我陪你到地下室拿药，啊，没事，你忙你的。李院长他还没回来吗？啊，没回来。哎呀，还是我陪你下去吧。今天医院停电，地下室很黑，怕你害怕。哎呀，我那就是随便说说，这个世界上哪真有鬼啊？啊，那么下一桌不要带马灯。小姐。 院长，他来了，坚决不让我陪。他敢一个人下来，难道真是来找他爹的？院长，他很容易找到他爹，我们是不是该把那老家伙给转移了？没必要，只要他一开始寻找，这场戏就结束了。 走了。
怎么回事，老刘？院长，今儿不停电了吗？我带您住，我来看看。哎，这真失火了，可能是蜡烛倒了。老林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刚才给人呛醒了。李院长，我迷迷糊糊的，好像听到美兰的声音了。美兰？嗯，不可能啊，她没回来呀。你可能是做梦吧，太想她了。那老刘，可能以后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啊。是是，老林，你好好休息吧啊，赶快收拾着。好。快，救火！哎，林小姐，你下去吧。你送药。不，我在这等着，你们一定要救火。下面有很多药，都是咱们院的命根子。哦，对了，小心有鬼。是，怎么会有鬼呢？我刚才听到有人咳嗽，有鬼，肯定有鬼。虚惊一场。林小姐，就是一个蜡烛掉在地上，点了再挂下，你们扑灭，没事了。那下面有活人吗？太平间呀，哪有活人？刚才听到有人咳嗽，那是鬼，肯定是鬼。林小姐，别害怕，只要把火熄灭就行了。这太平间就是这么邪性。那我去送药了。哎，林小姐，我送你。说人，哎呀，听到咳嗽声了，有鬼有鬼有鬼。好，辛苦你了，就把下边收拾一下。就哎，院长，看起来李美兰真的吓坏了。如果她是冲着救她爹来的，那她一听见咳嗽就会不顾一切的冲进去看个究竟。但是她跑了，这说明他始终是处在对太平间闹鬼的极度恐慌中，所以他一听见动静就来不及辨别，被彻底的吓坏了。停了，停车，停车。吓死我了，我去喝碗茶。长官交代了，只要不让他跑了，干什么都行。来碗茶。啊，请坐，请坐您。哎呦，姑娘，你这票面太大了，我们这小本经营，给您换不开。没关系，下回有零的一块算啊。别啊，您小本生意也不容易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先生，你帮忙换个零钱吗？我试试。美兰，换什么零钱啊？郭老板这儿这么熟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给，来，郭老板这么说，什么时候给都行。哎，借过手。李院长，您不是不在医院吗？我刚回来。哎，美兰，怎么了？你的眼睛红红的。李院长，您不知道，我刚才去那医院的地下室拿药，结果着火了，而且我还听到有鬼在咳嗽，吓死我了！您别说眼睛了，我这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咳嗽？嗯。那会是什么声音啊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就跟人一样，而且是个老头的声音，应该是老鬼。那也是一个冤屈的老鬼。反正那地下室，我以后再也不敢去了。放心吧。不会让你去那儿的，快回检查站吧。能不能让别人送药啊？我想留在医院。那怎么行啊？这两个鬼才能在等着你呢。没事，去。
队长来了。这是美兰给的，这是在她身上顺的。这什么呀？眼影液。嗯，手脚够利索。哎，老朱，这次多亏你啊！要不是有这张照片，估计武雄该被发现了。没有也一样，换别的办法，雕虫小技。队长，地方已经确定了，怎么办？你说吧，怎么办？要我说？要我说还是你说吧，该说的时候你又不说了，还能怎么办？救人吧，早说啊！哎，队长，这里边除了一杆长枪，都是些破烂玩意儿，反正趁不趁手，你就是他了。交通站越来越抠门了。哎，人家交通站的王站长说了，现在这日子越来越难过，咱每次过去啊都给人要东西，现在交通站已经没啥好东西了，下回咱去啊，别说这些，连菜刀都没了。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像敲竹杠啊？你回头告诉他，等下回行动时给咱俩核桃，给咱俩嘴堵着。里面的情况你给我们说一下，给我们说一下。还有，鬼子是15分钟巡逻经过这一趟，我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解决战斗。我是二，五雄是五的。你不也整了一人一半？老林，哎呀！林美好出院了吧？哎呀，你看你看啊，哎呀，这几天可真把我给憋坏了。来，把今天的药吃了。哦。怎么？3颗，比平常多一颗的？要出院了吗？多吃一颗，保险。好，要不要找个人送你回去？哎，不用，我还没老，认识回家的路。你看我浑身是劲儿，能走着呢。真把你憋坏了。哎呀，真是憋坏了。我一回家就下家子去，你和美兰一起来。保你吃上肥野兔子，好，一定的。哎，回去好好休息。美兰回来，咱们喝2盅啊！把程猛也叫上。不是还要和程猛说美兰的事儿吗？这屁股的15分钟以后能回，行吗？等等，什么情况？刚才武雄，那你回去忙吧，我炖好东西等你。那我就守株待兔了。取消行动？为啥？没看那俩人在门口说有笑的，这肯定是武雄先假装放了他爹。这几个鬼子是负责监视和保护的。队长，咱6个人，你嫌人不够多是？老尚，其实我们放他一马，等人出了城，弄死他。关键是先弄清楚他们到底要干什么。放不好是个什么事儿？没啥，没事。啊，再见啊。放心，他要是跑到别的地方怎么办？我已经让版本派了一队人暗中保护林老头去检查站，同时也防止武工队犯盗劫任务。武工队会来？不管来不来，就这么快。武雄先生打来电话，行动开始。好，我们也开始行动吧。
在检查站附近要展开地毯式搜索，我不想有人影响我们的行动。嗨。闺女的信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你闺女是博爱医院的？是。也姓林？当然，所以我姓了。老总，哎，凭什么抓我？凭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他就是想通过美兰救他爹，找到咱武工队。不是，你说武雄这阴谋，美兰他就不知道？武雄肯定是把美兰的爹放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，这种情况下，美兰别无选择，只有铤而走险了。美兰就是这样，为了救他爹，会不顾一切的。队长，赶紧救人吧，没时间了。你先别那么急，我先给你保证，武雄在没有找到咱们之前，绝不会放美兰一个知道。万一呢？志梦，队长说的没错，武雄和坂本一定会大军出动，想必其功于一役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想一锤子买卖，把咱都给解决了。他做梦了吗？队长，看到没？坂本开始清场，走，把这地儿让给他，留下一个人接着美兰。我留下来。你行吗你？我保证不冲动，不暴露。行，你说的啊。暗中保护，别暴露。哎，队长，要干嘛？万一他们要遇到危险怎么办？你看着办吧。那支枪还轻轻依偎在你的胸膛，你看着夕阳
什么话都没有讲。如今看你身在他乡，成了家乡，你沾满喉间，那只手掌为我擦去了泪光。你的心怎么还没寄给那个姑娘？你怕她牵挂，让她还留着假装，所以你这些年总抱着那支枪，今天你听到他的呜咽，你有一脸的泪光。你们都白了头发，你却还没等到他。偶尔听你说起他，来回总是那些话，如今想望着月阳，却要想望于天涯。想你当年为了他，有我狠心的挣扎。偶尔听你说起他，来回总是那些话，如今想望着月阳，却要相望于天涯。